Hello，Hello， 我是阿怪，今天要介绍《混沌起源 M》。《混沌起源 M》是一款西方魔幻题材的 RPG 即时动作类型手机游戏，而主打开放大世界、西方幻想题材。而游戏共提供了四种职业供玩家选择：近战控制的罗萨、坦克的剑士、强力控制的法师、远程输出的射手。而游戏战斗采用的是 3D 动作类型，而游戏画面与打击感都蛮普通的，与之前那些游戏差不多。而在战斗后期会开放弑神系统，透过收集怒气值就可以开启，伤害敌人的数值会翻倍。而游戏在升级到61级之后，就会免费送 VIP， 当然玩家最在意的战力、坐骑还有翅膀也都会有，还可以随身携带自己的宠物一起并肩作战呢。而目前游戏预计在6月4号就会正式上市了，有新观众再等等哦。那让我们看一下游戏的画面吧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了。我们今天要玩这款游戏叫做《混沌起源 M》。那它是应该是由 MyCar 所代理的 ，MyCar 这家公司所代理的手机游戏。那我个人是没有抱太大的期望，因为我对。就是这样，我没有太大的期望。这样子，玩到什么？哦，什么？点了一下升级了，九天玄女，怎么有点像就很久很久以前的游戏呀？我不知道哎。然后右下角我已经5级了，然后右下角已经是那个开启坐骑要18级，所以应该很快就18级。等一下，又按到一个中心，又按到这占卜。那因为我一直都很关注游戏市场嘛，但是我只是不知道说这种游戏，有些游戏到底是好玩在哪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很快吧，然后数值就很高了，有一点点像是不是用类似用怪挂的那种心态嘛，就是我一下子就100级了，然后很快就可以很强这样子嘛。这蜘蛛欸，蜘蛛会掉下来，难怪我看不到它。让我来救救你吧，美女救美女。Dice the gay 是这样的 ，Dice the gay 好像是的，口音差不多。被困少女。好了，我还是会继续尝试，大概看能不能玩到100级，然后来你们分享一下心得，就是说多快就可以100级哦。阿怪多会玩一下100级，跟你讲。我现在只有一个技能，要16级。那我反倒蛮希望他让我等级升快一点，升快一点的话就对，就可以有很多技能展示，这样子展示他的画面。那因为我觉得这样的画面其实就是有点可惜而已。最近好像出了一些游戏叫做《弑神》，我刚刚一个弑神是什么？就是好像变更强的感觉是吧？有一款叫做什么《手起刀落》。听那个名字就知道不怎么好玩，然后又是找一堆奇奇怪怪的港星代言。我没有说港星不好，就是代言的游戏不是我们会喜欢的。18级了，然后下一个就是从18到37，就是20级了，19级，没有到那么快。快，我跟你对话啊，跟我对话啊。我就是天选之子，你惊不惊喜啊？我如果再把很多游戏讲得很烂的话，我应该都接不到什么业配了，所以我要把他们讲得很好玩，这样子，这样应该会被观众电爆。我才玩3分钟就21级，刀刀爆装，刀刀爆神装，是这样讲吗？我去学一下，我努力去学一下。他说不可以靠嘴皮子，这个是谁啊？感觉很强。哎、欸，干什么？我只是小小的21级、24级而已。61级我就升 VIP， 我告诉你。干，好像还蛮厉害的。那我现在到从头到尾血都没损啊，其实。其实我也不赖嘛，
去跟西王母娘娘对话。感又出了小钱，我就是天选之子，浓浓的天选之子的气味啊！这一个一股正气从天灵盖喷出来，没有感受到吗？哎，这个什么守候大礼，不要一直挡着我的画面啊！二七级了，太慢太慢了，我打算练到一百级的。我是打算到练到一百级给观众看的。现在干嘛？光明圣女领取啊！绿萝卜精灵，开启装备收集。该来的终究会来，什么外星人，我一定让他有去无回。速速，快来速速！你这个精灵，我现在就用这一招给你，嘿，大招！哇，林北跟你拼了啦！可惜暴气不够强啊！你才短小小个五十级，想跟我 PK？285级，刚刚说285级嘛，我刚刚有没有听错？好了，还是要占卜哦。神王将士，我干嘛我不服？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好，我到底要干嘛？哦，是之后，看160级就武器喽，240级就翅膀，啊，所以要玩到240级，算蛮辛苦的。升级装备可以提升战力，还可获得炫酷外形。炫酷外形啊，火脚炫酷外形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其他的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下面有炫酷外形啊。立即火脚啊！没有啊，还不行，还不能火脚。四象五行，他现在只能让我看这两件。好了，太可惜了。你想吧，没有人可以保护你们，你们。我现在攻击他自动攻击了，因为我刚才其实都自己手动打。因为觉得手动打才好玩嘛。哎，我技能呢？哎，我技能蓝不见了。这一个是不是？我怎么换了一个雷的啊？刚那个不冰块的、啊，冰块的，对嘛，冰块的、啊。其实我刚刚我看一下起宠哦，我就这几个嘛，一节的暴，暴走的暴，没了，我就这两只而已哦，很弱哎、欸。打了喷嚏，我这个小精灵，它只能升两阶。我们还不能进阶了，没东西了。主人，好神奇的翅膀，还能增加海量战斗力。主人，小心那些异变鱼人！我来了。你们这些小小的异变鱼人，我只要撑过50级，对，我今天就是要练到50级给你们看，看我练到50级，大招进来，哇！
欸，为什么不能打？哦，我要打那个鱼人啊。那技能放掉，哭哭啊！过来帮忙啦！哎，这么简单？太轻松了吧！